大家好，王胖家的腊肉啊，应该是选好了。今天我们把这些腊肉准备全部都，装回家，然后准备安排给大家发出去。本来按我的预期的话，是还要再过1个星期，然后我才开始给大家安排发货的。可是现在就是到处嘛，就是阳的比较厉害。所以呢，我担心到时候发货的时候啊，这个物流受阻，所以就提前把这些腊肉全部搬回家。啊，这个熏制的时间的话，到现在有1个多月了，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啊，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山上这一片的，这个地方呢，已经光秃秃了。上面那些青色叶子的，就是那个冬瓜花的那个树。然后其他的杂树都被我们砍完了，走吧，带大家进去看一下我们这些腊肉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走。现在五个进去把火灭了，要不然咱们都进不去，刺眼睛。好，我现在拿一片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腊肉，干干的了啊，黑色的部分的这里一个小袋子。这个就是土猪肉，然后这个没有上这个黑色的布条的，这个就是跑山猪肉。说心里话，我本来想再熏一个星期再给大家花的，就是怕大家就是这个物流方面受影响，然后，过年的时候大家吃不上，所以呢，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就提早给大家花出来算了。啊，这样子你安心，我心里也安心，好吧？那咱们现在把这些肉全部都装上车。来，干干的。今天我们只熏了6条猪，明年熏60头，明年熏20头猪，60头熏不完。我这个房间也小了，啊，除非我们建一个更大的这种熏房，只有在这种大山里面才能够熏出这么多腊肉出来，因为这个太费柴火了。这个蛮好的。打个7折吧，我觉得这个干度差不多啊，7折干度。一直要选7条。今年我没有，我自己没有猪，蔡老板那边求爷爷告奶奶给了几条猪给我，明年俺们家自己家里面有猪，对不对啊？到他这个房间里面熏个20头，如果不够，再借一间房子。哎，吓我一大跳！这头肉是放这边的，啊，这个是个猪里脾，这头肉是好肉。这种腊肉是肥而不腻的啊，我们这边的熏腊肉是模仿农村里面的那种熏腊肉的方法。火不要太大，然后就是晚上烧火，白天一般都会停了，这样子呢，它就会有一个冷热交替，这个腊肉它才好吃。那才吃不出啊？那才是。没听说？我讲不来呀，我不会讲普通话。脚 头。啊，烂子菜嚼头啊！今天我这个铁锅子。好像都买了400、500、500、600块钱，废稿子。哎，超级工程呢！等一下啊！哎呀，等一下，等我到山里。啊，来，等一下我。哎呦，上，搞不进去。哎呀！这个桶里面装很多腊肉，我们搬不起。中间改一下，我都不知道我们这个腊肉有没有多的。反正最后面那条猪我没有接订单，我就怕担心这个肉啊，熏完之后少了，可以多不能少。
丢。整整三大桶，放这里来，这样放。那学了吗？嗯。好了，兄弟们，我们这个肉就装回去了，好吧？喝完水，给吴哥付点小薪水啊，2500，不过分啊，六条猪。这么大的工作量，多多少少付一点是应该的。25，啊，谢谢老板。我第一眼就大概不是这么大啊，随便你，你叠一步点，反正都这么多，走了。大家好，刚刚从山里面把腊肉取出来，今天给大家发货的话可能来不及了，明天安排给大家发出来。然后现在湖南嘛，各家各户冬天都是吃腊肉的时候，借此机会呢，我们就煮一块腊肉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湖南家常腊肉的这种试吃啊制作的方法。我取一坨最肥的出来啊，好，就拿这一块好了，好吧，咱们现在试煮一下。我们第一步就是对这个腊肉进行清洗，因为我们这个腊肉在发货的时候是不会给大家清洗的，如果一清洗啊，它可能就会泛生那个山水了，所以就保持到这个样子给大家发出来，好吧？我们现在先给它烧一下皮子，这个皮子烧一下之后它就软了，随意的烧一下就好了。然后我们就给它取块，像我们的话吃一餐可能吃大概这么多就差不多。展开，好，大家看我们这个腊肉的颜色已经带着黄黄的啊。我们现在就给它烧水，清洗的方法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这个水烧开之后放在，把这个肉放进去煮一会儿，这个表皮上的这些黑色的部分呢、很快就可以去掉了。水开了之后把腊肉放进去清洗一下，我们刚才大概煮了5分钟啊，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放到这边温水里面来清洗。咱们这个腊肉已经打得很干净了，现在我们重新把它放到这个干净的水里面把它煮起来，我去菜子里面去扯点那个扇面。就这一把够了。其实腊肉啊，炒的方法有很多种。我其实最喜欢吃的就是土菜炒蒜苗，那个土菜软软的，炒起来吃起来的时候就比较香了。好了，我们这个蒜苗切好备用。腊肉，我大概煮了个30分钟，我刚才用筷子按下去，那个瘦肉的部分呢还是有点按不动啊，因为我这个是跑山猪的肉，所以呢要多煮一会儿。我们现在把它分解一下，我们第一步是把腊排骨给它分解出来，然后这里有一坨瘦肉，这个时候腊肉就可以吃了。对，如果啊这个好的，那个咸味刚刚好，不用你焯很多水去放水了，不需要了。
我们再把腊肉煎出一点点油出来，然后这里剩的汤汁吧，我们就晒点下去。好，放几点盐，然后蛋黄放进去。咱们起锅，厨房里面家常腊肉的做法特别简单哈。好，这是我们湖南人过年的时候，这个饭桌子上面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吃这个的时候就代表年味已经越来越近了啊。我就是喜欢吃这种肥肥的。回头相接。对。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能够这么大批量的熏制这种腊肉。我感觉还是蛮好吃的，明年我争取把它熏的时间更好，做得更好。好吧，那我们吃饭啊，这次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对我们全家人的支持。我觉得这个蒜苗，如果把它涮成腊鱼或者是换成坨菜的话，我可以吃这个吗？吃一点点。为什么吃不吃啊？啊，那能吃不吃？吃两点。嗯，两点，等一下，这样烧肉我一般不吃的。